人家吐了，整个车上都是。我哪里？哪里没有吐？你看现在状况，你车子直接刷。我本来就要付给你的，这是两。我有录了，我有录了。刚刚他讲的我都有录了。你衣服穿好了没？哦，穿好可以出来了吧？司机现在没有要载你啦，来，先下来。人家吐了，整个车上都是。我哪里？哪里没有吐？你看现在状况。你再来看。你下来啦，你下来啦。你车子直接刷。我本来就要付给你的，这是两个。我有录了，我有录了。刚刚他讲的我都有录了。我想见我，你干嘛？我就跟你说我是外送员，我没办法帮你叫外送。他是律师，那跟我什么事？他是律师，你搞错了。你还占我的手机？跟你说我是外送员，我没办法帮你叫外送。他是律师，那跟我什么事？他是律师，你搞错了。你还占我的手机？那是律师。你还抢我东西？抢你东西？你抢我？你再抢我东西？抢我！你抢劫我！你抢劫我！你干嘛？我要打你！我哪个地方？我要抢东西！你让我干？好。我哪个嘛？你给我抢东西！好。好抢东西！好。这个要抢东西。我正当防卫的。你把我车子弄成这样，我要你赔偿，全部赔偿。全部赔偿，这个车好好的一个，好好的，这架好好的。我就跟你说，我是外送员，我没办法帮你叫外送。他是律师，那跟我什么事？他是律师，你搞错了。你还占我的手机？那是律师。你还抢我东西？抢你东西？你抢我？你再抢我东西？抢我！你抢劫我！你抢劫我！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抢劫我！你走开！你自己过来的。你无理取闹！你无理取闹！你强奸我！你虎骂我！你不要再动我！你摸我！你怎么我怎么样？你不要去看我，不要打我！好，你走开！你骚扰我！你不要碰我！你还好？什么？我没有撞。对不起，你自己跌倒的！你打我自己跌倒的！先分开！你打我自己跌倒的！等他们讲。后退！好。你打我自己跌倒的！后退！无理取闹，我来送三楼的外送披萨，然后我车上有一单要送，他们两个喝醉了在旁边挡着路，我说我还有地方要送，我要走，然后他不让我走，然后说我要叫披萨，你要不要吃？他问他要不要吃。叫我去帮他送，我说我是外送员，我怎么帮你送？你要上网订购。他说我态度差，我说我不想跟你讲话，你喝醉了，我不想理你，我要走了。搭我的车把我推倒，把那个男的推过来打我，我正当防卫抓住他，挡住他，他自己摔倒，把他送成割成这样，然后说我打他。